哎，死白痴，在干嘛？踢罐子哦。哎，快点啊，我们陪你玩啊。捡什么蜡笔？快点，哎，起来。这捡什么蜡笔啦？起来啦！我好心过来陪你踢罐子，你在那边捡蜡笔。对啊，怎么捡蜡笔？哎，这样不要捡，还捡哦。哎，对啊，起来跟我们玩啊。对啊，快点啊，起来啦！哎，快点，起来了。哎，哎，撞屁哦。好了，白痴，不要理他了。谁家小孩啊？走路不会看路吗？啊！喂，森，你怎么啦？怎么弄成这样？嗯，是阿正跟阿奇又欺负你了吗？嗯，没关系，妈妈会保护你哦。乖。那妈妈帮你买一盒新的蜡笔好吗？不要，来，妈妈跟你说哦，三来，你看妈妈，蜡笔交给妈妈，你看这支蜡笔，变成两支咯。来，我们乖三来画画给妈妈看。妈去忙咯，你要乖哦。怎么总是不让妈妈进去你的房间呢？是不是里面有偷偷藏着什么小秘密啊？那你准备好就赶快出来吃饭咯。
干嘛都一个人啊？快来跟我们一起玩啊！对啊，是都不会说话，整天只会玩那些破星星。奇怪，那些星星到底是什么啊？哼，谁知道？还不快点起来跟我们一起玩！喂，笨兔子，跟人讲话是没有在听吗？哼，他完全把你当空气看。什么？把我当空气？这样看你怎么说我？不准碰我星星，不准小看我。谁说兔子不会说话的？嗯，你们。你终于来了，我认得你哦。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，要好好收着哦。不懂吗？来，进去就知道喽。大家都来帮你了呢。哎呦，其实他们人都很善良哦，不要想太多。来，我们走。哦，别玩了，去布置啦。我在那布置，你那边给我玩，快快。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雅慧。哇、哦！是希望我们塞恩能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的长大。那第二个愿望，是希望每天都能跟塞恩快快乐乐的一起生活。第三个愿望是……等等等等，第三个不能说出来，这样就不会实现喽。想要永远和妈妈在一起。哇！